代表富德权会嘅观塘分馆刘嘉贤。這場比賽總共會進行三回合對決，每回合進行兩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剛才也有介紹過，因為這場是青少年的比賽，未夠18歲，我們希望在擂台上面除了我們可以發揮到拳手本身的平時苦練的技術之外，亦都係要保障他哋兩位本身的自身安全嘅嚇。我哋希望係盡量避免到佢哋係唔需要係有呢個不必要的受傷嚇。希望盡量可以保護佢哋，因為搏擊運動始終都係有一定的風險嚇。咁啊，到佢哋第時長大18歲之後再參加我哋比賽咧，咁我哋繼續期待。咁啊，好多朋友都話啊，佢哋戴咗甲之後咧，其實真係會可能仲容易打，其實唔係嘅嚇。我之前青少年嘅時候咧，我著甲打咧真係冇咗3-4成功力啦，因為咧個甲本身有重量啦，同埋佢會阻住你個靈活性啊。好啦，咁啊，辛苦曬咁多位教練啦。稍後完成埋呢一場比賽之後咧，馬上就會進行我哋今日嘅踢拳總會送俾大家嘅金腰帶嘅比賽啦。總共係會有6場唔同重量級別嘅對決噶，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好啦，兩位拳手睇嚟準備好啦，馬上開始我哋呢一場嘅男子青少年組54kg嘅重量級別對決。台上面交俾你哋啦。好啦，繼續嚟到。好，繼續嚟到第四場嘅 KF1 香港踢拳冠軍賽2021嘅比賽。呢場咧第四場嘅男子紅方嘅有劉嘉賢啊，中國香港嘅富德拳館觀塘嘅分館啊，對住呢個男方謝振豪咁啊，搏擊會嘅拳會。咁咧因為青少年組啊呢一場咧，所以要戴翻個頭盔護甲啊，保護翻個青少年嘅運動員。咁我哋踢拳禮咧，呢一場呢啲踢拳禮咧，我哋係打戴拳套咧，係戴6盎司嘅，所以6盎司嘅比賽咧係比較薄嘅個拳套，所以拳咧個殺傷力比較高嘅會。咁雙方咧呢兩個運動員咧都係首戰嘅喎，鄭健師傅。係啊，見到大家互有攻守啊，非常之好啊！見到兩個咧嗰個狀態都幾好。坐喺第一次，佢哋好清晰啦，即系坐底，你見到佢哋唔會匿埋眼咁樣亂閃咁樣。啊！呢個甩咗，啱啱甩咗個護腳，咁啊叫揾阿權正幫手擺翻好佢。一個撐腳，男方嘅撐腳啊！見到紅方比較上咧架撐就重啲嘅話，咁啊男方咧就係相對地靈活啲。係啊，但係咧咁啊，阿鄭健師傅因為打咗甲啊，所以咧佢如果你想打一啲重嗰啲嗰啲運動員咧，打咗甲咧就比較冇咁著數，因為佢保護咗啊，佢嘅殺傷力會低咗。係啊，同一時候你嘢嘢都重嘅話咧，反而係虛耗啊，大咗好多。係啊。見到都係啦，阿紅紅開始咧，對手垂低咗少少啊！啊，呢個後直打得唔錯啊，紅方係啊後直嗱拳路咧睇得到咧，紅方比較佔優拳路呢一個回合裏邊啊拳路哦，第一回合結束，啊見到佢垂低，原來唔係武器喎，係佢開始去下下重拳向前射啦，係啊，
哇！頭先嗰場女子組個體能咁犀利，男子組亦都不甘示弱啊！上路啊！呢個睇佢哋兩個咧，真係咧啲前蹬腿咧唔錯啊！咁啊，如果發揮到啲蹬腿咧，可以唔會俾佢啲拳咧咁容易攞到啲距離。同埋佢都好冷靜啊，知道佢長期咧 keep 住雙手咧喺一個高舉嘅位置咧。呢個防守係啊，佢防守嘅。個防守要好緊要啊！一個搏擊比賽。好，第二回合，南方要小心啲啦，個紅方嗰個拳路係要保護翻靚啲。咁睇下南方咧有冇辦法啦？即係因為暫時咧紅方嗰個拳嘅距離咧比較攞得優勢強啊，係啊，又話 one two 一啲上勾拳。咁南方咧呢一方面弱咧，阿鄭健師傅，我覺得佢要揾啲第二個方法啦。見到佢開始上勾拳一個，係啊，有啲反應啦，係啦。啊，拳正都專登停一停，睇下雙方嘅。多數佢擋咗，一踢中腰，紅方。啊，見到而家都係紅方去攞分時段啦。係啊，佔優紅方啊比較。南方的教練咧就俾佢提示啊，出翻嚟啦要係啊，見到佢哦有鼻血啦，都係先去到八角，八角嗰度等候我哋嘅拳證嘅指示啦，係啦。南方咧有啲面部嘅傷痕啊，咁啊拳證咧中止咗先，咁停一停先，咁啊揾醫生去睇檢查下。好，比賽繼續。南方咧真係要認真啲。要個防守做翻好，因為個紅方嗰個後直拳啊打得唔錯，即係個頭盔甩咗，頭盔啊！啲護甲啊，咁啊，不如擺翻正先可以繼續。啊！一係踢中腰，踢拳禮咧，抖前三秒就要分開啦，拳證就分開。系啦，呢個時候再哦，見到鼻血都係有流咗出嚟啦。咁啊，因為始終我哋係一個運動啦，我哋唔係一個決心死啊，所以我哋係最緊要係保護翻兩個選手嘅安全啦。係啊。咁呢啲，因為大家都青少年組啊，可能咧睇下拳證點樣去判決啦，拳證。現場嘅拳證，如果真係可能係個鼻傷得太嚴重咧，可能我哋就要中，因為基於安全嘅關係，所以可能要即係如果危險嘅話就要中止。因為少年賽咧，最緊要嘅主旨唔係會話邊個少年去最好打得最好，而係點樣去培育佢哋啊？因為如果佢就算佢如果受咗傷嘅話，你夾硬俾佢比賽嘅話咧，其實對一個運動員嚟講，你係一個好大打擊嚟嘅。亦都我哋嘅。我哋冠軍賽唔會咁樣去即係因為唔會咁樣去 punish 佢咁嘅懲罰啦。係啊，嗱你見到啊，係啦，拳證亦都唔想啊呢位選手咧，拳證啊中止咗啦個比賽，就唔想佢再有任何傷害啦。最新指示啦。咁而家咧就睇緊咧裁判長有啲咩指示俾我哋嘅台上嘅拳證啦。好啦。咁啊，台上嘅拳證咧都表示咧，拳賽係中止啦，要係啊。好啦，睇到拳證有咗決定啦嚇。呢紅方啊，阿劉嘉賢咧，佢嗰個後直啊，可能打得幾好啊，打得幾硬啊，打中個頭。但係你睇下咧，其實咧雙方咧嘅身形上面啦，都係有一定嘅。好啦，紅方其實可以翻紅角。因為始終可能係個歲數唔同啊，咁喺嗰個肌肉發展上邊咧，係一方係冇咁發達啦，比較上。係青少年會爭好遠㗎，一個十二歲同一個十六歲咁啊，係啊。嗰個身體咧，個狀態係好爭好遠嘅會。所以我哋就會喺個護具上面啦，就會比較上保護性會強啲啦。保障翻個運動員嘅。呢場比賽因為南方拳手喺第二回合1分29秒嘅時候流血，醫生睇過之後覺得不適宜繼續續賽，所以係紅方 TKO 成。恭喜曬紅方拳手，咁啊呢個時候非常之高興㗎。
我哋邀请到我哋嘅荣誉会长梁海平先生为我哋攀胜负，攀出胜出嘅一方吓。咁啊，另外亦都系非常之开心，邀请到我哋嘅另外一位荣誉会长吴玉书先生为我哋攀另外一方下啦。所以这个时候也都邀请到我们香港踢拳总会的副会长刘绍光师傅为我们拍纪念品给两位好朋友，给掌声好不好？先生同埋吳玉書先生，兩位都係武術界嘅非常之資深嘅至尊級嘅前輩嚟噶嚇。多謝你哋支持我哋今日呢個活動，亦都恭喜曬兩位嘅拳手。稍後留步，我哋副會長劉少光先生想送一份紀念品俾大家嚇，多謝大家支持。好，恭喜曬兩位拳手，亦都係多謝我哋兩位好朋友劉海平先生同埋玉書先生 ，thank you。仲有我哋嘅副會長劉少光先生。好啦，一口氣咧。